第32题，小华在做电路实验时，用三个电阻比为1比4比9的电阻，分别接上 1.5 伏特的电池做实验，则流经此三个电阻的电流比为何？那么我们分别接上 1.5 伏特的电池，表示我们的电压是一样的。我们公式叫做 V 等于 IR。当我们的电压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发现 I 跟 R 呢会成的是反比，所以呢我们的电阻是1比4比9，我们的反比就是电流是1/1比上1/4比上1/9，那我们要通分成最小公倍数36，所以36比上9比上4，所以我们的电流比值是36比9比4。第32题问我们说，则流经此三个电阻的电流比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36比9比4。